G G Y， 超洗脑旋律，是不是一听就会唱呢？从女团单飞出道，夏泽终于推出属于个人的首张迷你专辑。夏泽闯荡歌坛，绝非只靠外在。为了完成音乐，他花了一年半时间打掉重练，找专业老师，过着练习生生活，排满训练课程。而首播主打《Swaggy》MV 前后就花了36小时拍摄，拍到最后一幕，他忍不住感动哭出来。我觉得不管是哪一首歌，我专辑里面的作品都是我的宝贝，突然觉得心疼自己吧，这样讲对吗？也谢谢自己。这一次 Swaggy 的舞蹈就是请到非常知名的凯友老师编舞，他就是帮了非常多知名的艺人，像是蔡依林啊，还有 Blackpink 那些，我也是跟老师学了蛮久的。凯友老师也非常用心，就是还有跟我们视讯的连线，纠正我一些小细节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个作品，呈现给大家。W and we want you like that.我们有舞蹈版，大家都要去学，知道吗？听到没有？现在很凶哦，一言不合就动手。累到已经开始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好辛苦哦。我刚才自拍，好看吗？怎么样？想要吗？给你，我有你没有。Hey you， 走开吧，你放逐。Girl you， 守在那边挡路。不止 Swaggy 的 GY5， 凯老师更打造这首《Frozen Queen》，跳出属于他的风格，展现最大魅力。事实上，夏子未除了歌手身份，自己更是老板，要掌管一切，把积蓄花光了。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找我一些工作。很喜欢唱歌跳舞。大家都说我还小，我还年轻这样子，然后所以就想说，那就自己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努力走在自己的梦想上，一起为他应援，跟上夏子薇的卫视流行吧。今天开始就可以报名那个舞蹈大赛 Swaggy， 然后到11月底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赶快来参加，然后让这个 Swaggy 舞让更多人看到。